的三块皮，然后腿要快一点。但是这个鱼还很不错，它等我们。好，快点。好，走走走。我想没有是这样子的人，你的意思是，哇，做一个很厉害的女人，你看她等。是的，他就是把咱们车刮蹭到了啊，然后他在那等我们，因为我们这才旁边这块地嘛，他又不知道车是我们的，然后他在等我们，他给我们打电话，那个他讲很开心啊，今天我们的车被刮蹭到了，他讲很开心，这个女孩在等我们，她没有走，你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他讲他很暖心，所以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车刮蹭放在心上。我们问4S店，这个应该可能要300啊，然后非要给我转500，他说那个东西少我还给我500，等那个回头发票。弄好了发票出来了，到时候我给他拍发票。我们现在回家了，因为 4S 店有打电话，他说差不多1000多，然后这个说什么1000多，你们说是300是不是？他们又说300，然后他说有门又在这里又在这里，可他说轮胎这个是贵啊，这个轮胎要拉丝，你看也很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有下面，他又是在这里也是，这个贵呀、啊。的人现在有给我们500，因为我们有问在 4S 店是，他们说300多，他给500，但是 4S 打电话，他们说不是1000，现在因为还有轮胎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看好，现在我们看对，现在是在这里的，对，轮胎贵啊，轮胎比较贵，轮胎比较麻烦，对，我不高兴，但是我很开心，女人没有跑，对。你知道？对，这个是，这个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女人有责任感，有担当，有责任感。对，这个女人有责任感，这个是很对，很对的。我们现在看，她有捧刀，现在打出来，打出来，打看。啊，她现在过来看。对，她看电话。对，专门找这后面寄快递。他那边说那个愿意私聊，然后就多少钱回头那个看发票嘛。明白。那我今天过去的话能解决吗？今天能处理好吗？要3天啊。明白了，那我今天就让我今天过去吧。行，他说得2-3天。哇。他说一个有现货，一个什么钢圈得拉丝啊，那个就咱们车轮胎那个拉丝，他说那个很慢，得2-3天。好啊。那去吧，那什么时候修都得2-3天。对啊。今天赶紧去走。咱们这一趟把车送过来之后，咱们可能就得走回去了。哎呀，要放这边修吗？还是放这边修吧。好，那我把车停好。啊，就停这边就好。这样就行了。是啊。好。这一趟是能打手油吗？有一点点。这个是只能换速的。然后这边就是轻修。主要是这个会修的时间久一点。主要是这个轮毂是吧？对。现在咱们要走轮机，然后那个女孩她说，要走保险，所以说我们的车现在不能修，得等那个保险专员过来定损完之后才能修。我们在这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看她会不会过来。如果时间久的话，我们就要回家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她说话，她说不要啊。现在我们到了，她说要，我们现在不是因为刚开始她以为就是3-500嘛，她觉得不要。然后那个她爸爸，她跟她爸爸说了啊，她也说对。他爸爸说1000以下那个私聊，1000以上走保险。他爸爸这方面很专业。然后我们来没有吃饭，我们准备在这蹭一份泡面。他们说要给我们点沙县，我们觉得太麻烦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谢谢啊。你们什么饮料吗？帮你拿。我自己拿，没事。你拿你的，没事。你那边先坐一下。好。等5分钟，刚给你就打开了。我喜欢一点你不是这个吗？你把我的给打开了，我不喜欢硬的，现在关不上了。出来，怎么办？关不上了，那就关上了。
没事啊，我有拿这个东西垫一下。你看这个女人打我。你吃啊。你不是要面条硬一点吗？吸我了，我叫你。他们现在拍这个的文件。可以的哈，然后他如果到时候有需要，他现在有线上报，如果到时候有需要家庭证明的话，那他们可以很想去看一下。